穿的。是我们两个就是明明是滑雪的 ski 的，但是都穿的防晒裤。我穿是觉得它还蛮保暖的，屁股多一层，坐在地上不会冷。哦，你开了、哦？对啊，我刚刚先帮你开，再帮我开。哦，这就是只是我们滑铁去哪里剪？也没有剪，就是从头到尾发生什么事这样。哦，所以要一直充电吗？对啊，然后里面的记忆卡也很大，所以一整天就这样子开着。啊哦、嗯。或者说你怎么充电 ？Z，我都会叫某某，因为他属牛。啊，我想哇，就是叫，那他叫小 Z， 哦，小 Z， 我姓叶，公司的人都叫我。我看你就是 EA， 方便公司的人。艾斯哦，对，台湾如果要认识的人会叫艾斯，日本都叫我叶，在日本工作的人也都叫我叶，他们直接叫姓字，我叫叶，好像是叶，对，他是叶哦，然后敷衍。因为之前这边我们有一个比较老的员工，然后他们都叫他爷爷，然后有一天发现我这样叫爷爷跟那个爷爷发音很像，然后他们就叫我爷爷了。嗯，音调有不一样，这样吗？我是爷爷，他是爷爷，爷爷。爷爷，他的爷爷是什么爷爷？就是我弟讲的爷爷。但他们也讲爷爷？因为就是像我们就会把他们偶尔讲一些简单，像昨天那个，我就跟你说好吃好吃，谢谢，简单。所以他们知道，我讲的没简单。我是爷爷哦，他们知道中文，对，他们知道哦，所以他就之前都是叫那个那个那样，都是那样叫那个，学起来就会了。对啊，现在一讲他们就会了。对，教了。怎样？一点点。起雾吗？嗯。你们等一下想要滑哪一边？都可以。不滑树林。没有，我今天没有滑。嗯。我今天板子。啊，那你有几个板子？我画另外一双。哦。我本来还要买另外一个，但松雪板吗？我也来。那个算是松雪板，因为很宽。哦。那个另外一个张板10.8公分。嗯。本来还要买另外一张，另外一张我买，因为我没卢卡利买的，被那个人寄来，跟上面的那个不符。那这样可以申诉他吗？我在申诉中，然后就是因为我就先赖就私讯那个卖家都装死不回了，那我就只好跟美卢卡利提出申诉。最后结果呢？所以还在等那个哦，好，他们美卢卡利可能也要联络那个卖家，然后不知道那个卖家会不会理他。嗯，我也很好奇。就这样，想要再买一张没那么胖的板子，他不喜欢板。他可以，不然其实之前滑，现在在港多兰，然后山顶，可以去滑直直下又回来了，这边再切过去，可以切过去。你们刚好滑这条过去吗？我每条都，对啊，就有啊，有过去。黑线你们有滑过了吗？没有，有，只有滑过一条。这里啊，这有个鸭血的黑线，有鸭血黑线。对，我们滑过。对。第二条的。那念肯弄吗？肯弄。对，也手机也滑过啊，所以我们都滑过了，都滑过了，只有 Spirit 没有滑。啊，你凯弄都可以滑，树影就可以滑了。没有，树有，因为它是被压雪的哦，它旁边有一些比较宽的，或是那个可能 lift 下面有一些比较宽的，可以稍微滑一下，可以稍微滑一下，可以从树的旁边绕过去，又跑回来了。我好像起雾吗？你上面的头发等一下收一下，还在里面。头发好像是问题。是啊。大雾也大，他想要可以滑，就这边，然后可能稍微进
山腰的那个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因为上面下来这边也很平啊，不好吗？对，山底下来那边太平了。我大概两点多就走。我想要休息一下。在梅露咖啡上班，嘿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啊，那都是客服的事，是的，没错，反正就等，因为我现在就是我不按收货，他也收不到钱啊，那很好，对啊，只是怎么这么没品啊，就是因为板子上其实不都会写长度吗？他竟然，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怎样，因为他就是真的，他叙述网页写168，竟然是178，178都讲太长了。那也差太多了。对啊，就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画多长的板？对，就不知道是故意的。这就很明显的不对啊。178很长啊，拿出来就比自己高一个头。我现在的板子是跟我一样高，我开始就画比较长的板。好操控吗？还可以，你前面就跟我一样长了呀。我们的板都比我们矮吧？基本上都是选择就是鼻子以上、眼睛以下、眉毛以下，大概是身高减10到15公分左右。对，按短的好操控，就相对比较不稳；长的话比较稳，但速度会比较快。就是看你个人选择，你想要哪一种选择？冲很快还是想要飙速就可以会长一点？对。那如果你是想要滑，像抛的，就是放宽一点，然后还有半息的选择，这样子。对。所以你还蛮节制的，目前只有两组板。我也是到今年才买新的板，不然的话，那板已经用3季了，3季还是4季？我一开始来这里打工就买了板。对啊，因为租太贵啊。没有员工租，我们员工租是不用钱的。就是租整套都不用钱，就是衣服啊、帽子、鞋子、板子都不用钱。就是算，那你员工要写票的钱吗？就付个保险费，一季付个3200就好了，就给你了。对，哇塞，3200的季票，对，今天的薪资，哇。震慑员还更好，就是嘉森集团所有的雪场都可以去，我们只能在那边。嘉森还有首道，首道也是他的。还有一个中山，你们来福州应该有经过中山卡那高亚妈托给。那边那个通常是季初季末才开，季末它会有超大的跳台。你说10米？天哪，什么都看不到了。10米高的跳台。然后还有一个在Saholo有点远，在靠近石山的那里。有点偏僻。那你们去首大可不可以优惠？我们可以申请。震慑员是直接让票直接刷，我们是还要另外申请。然后去现场再换，这申请就不用钱。也是不用钱。对，但是就要提早申请，就比较麻烦一点。对，申请然后去那里现场再兑换，这样就是申请上的设施，加深还有那个什么登别那里。海洋公园什么，就类似水族馆那种东西，小小的水族馆也有什么表演啊什么，那个申请都不用钱，然后登别还有个小牧场。小牧场，小牧场是嘉森的，我们这我不知道，申请那票也不用钱。感觉登别也是他们的地方。对，就那个海洋公园跟小牧场，上次去小牧场就是花了好多饲料钱，对，一直丢，看到很想吃就一直丢。他们在为食物打架，就有点好可爱又有点可怜，好像变成这样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把一个熊变成那样子，就他的霸气在哪里？乌鸦都抢赢他。对对对，就是根本就围，就是平半空拦截，然后就丢不准，乌鸦马上就叼走了。这里面唯一的，可是我觉得熊牧场就有点无聊，就看完熊就只能喂熊吗？天气好
有时候可以看那个什么巨多乐，但我们上次去的时候把这坏天气。巨多乐就是附近一个湖，其实北海道很多地名，觉得发音都很奇怪，因为它是土著的发音，爱农语的，对。怎么办？因为、你眼镜戴进去之后啊，那个白色的头罩都会罩到它里面。你也就像买这种可以透气，这种就比较不会起。现在就不敢。疫情期间就真的都是戴口罩。然后是因为太冷，才又戴那个。空气。可是你这久了，日本人都其他人都不怕，就是会没戴，或那个 Hana Mask 之类的，露出鼻子的 mask，超多的。对，好。谁都怕，你怕我，我怕你。讲讲。你看看现在状况怎样？怎么都看不见啊！啊，我是说你的雾。我的雾没事啊，没了。我等下缓一缓，应该就会消失。那手机，那预计要缓几分？缓车窗为止。差不多吧。跟不上。很好，
脚酸呢？脚酸呢？你先割呢？很累，很累。很累啊。很累。好了，用割。是啊，我还在想要不用等啊，血就一直下呗。哎，那个跑完那个之后，就有点微的蛮痛，就抖抖抖抖抖抖。对，那我在洗地的沙丘，好恐怖，好危险。脚好酸，脚好酸。
也叫黑线。黑线是基本上大部分是看抖度。可是这个看起来不会很陡。它这下面这比较不陡，中间有一段很陡，然后到最下面也那边也蛮陡的，中间有一段没那么陡。它其实绿线、红线、黑线，不大部分是以多少去的那个数字。对，但是不一定，因为它是综合很多因素，可能是。最左边那个好绿的红线啦、啊，哦，那因为中间有一段很平，那因为我觉得旅客都红线大家都大部分频率是要学到宽，嗯，宽你会觉得哎好像很好，因为你就很好转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，学到大部分很适合，蛮是很适合初学者，那初学者，但旅客都很绿就太绿了，他们留在西山，因为那边就都绿线，都没过，就是最右边你看这边都是绿线。然后这边就是，这边红线也还不错哈。最左边那个真的是蛮炫的。最左边那个是那边会穿过游乐园，就夏天的游乐园，那蛮特别的。穿过。伊娃啊，是穿过，就是它什么加盐，加盐，加有黑的那种。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，对不对？因为可以，你可以搭那个跨城，然后一直切切到对方。下车出完车往左边，下车之后往左转，然后一直去，就也可以滑是吧？然后可以滑游乐园哦。对。那最后要再想办法回到。对对对，就滑回来就好了。吐去上车，还是？对对对，下车就蛮。对呀、啊。比较平一点，其他人也不会作怪啊。因为人太多，加速，有时候会加速。就滑这，先滑这边。好。就依序滑进去。好啊，好啊。我就超多很多。一日游。
站的比较对，我重心站的比较不对，所以就要用力气去滑，就比较累。你这样总共滑多久？天数吗？天数我没有在算哎、欸，但是很多，但是一个季真的很多。请教练，然后又不想练功，而且只是为了去好多好多地方都可以上山，就上的上了。对啊，每个目的不一样啊，对啊，开心就好了，对，开心安全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如果你想更追求自在情怀，但是又觉得太丑啊，就是我又要求不能太丑，但他这点应该就可以去请教练。那你滑这一个，你第一个就好了。
边啊？是吗？Yeah.
是，我跟后面的，是吗？
腿好酸。大转就是大圈的吗？大圈啊。对，他动作是很像小转啊，换来换去。接近啊。反正就一。
下不了山。累啊，累啊！
谁知道？我累的话，我就直直的站着。很累就直直的站着了，最后就放弃转弯。超过一轮。
我要现在没有直航，现在没有。我是先飞东京成田，在成田隔离完才飞长荣。哦，是哦。从疫情之后就没有直航的了。哦，是哦，直接原来被收掉了。停，暂停，被收掉。因为没有观光了。哦，对啊。是哦，那就没有人。最上面那一条，它不是有那个 chair lift， 有没有坐到最顶？对，这个我没有坐，对，有。但是就是因为要冲上去看羊蹄山，结果只看到树后面的羊蹄山。那你们明天要坐另外，我要慢慢走上去。
好累哦，你受不了，大腿，スペアリフトご利用のお客様に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。ただいまお客様の安全確保のため運転を停止しております。まもなく運転を再開しますので安全な姿勢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。ただいまより運転を再開いたします。換気の揺れにご注意ください。
去那边坐车上去试试看吧。回去，回去。有人摔倒。啊什么 ？Park？ 上面的、啊，你可以绕到旁边看一下、啊。Park， 下面有 Park， 我看到了，那里有跳跳的地方。下面有我站的高度有看得到，那里有左边啊有跳上去的地方、啊，有跳啊有波啊，有看到两个波了吗？但是没有人走那里。对啊，想要滑吗？还是明天再滑？好，那回去回去，那就走回去的路啊。没有啊，不跟他们，我就可以慢慢滑。是啊，看得到吗？走啊。
趁机锻炼肌肉，明天就可以滑出比较好的。还要走到这边来，对的，这也不是自己，不是宿舍。对啊。